他干嘛？你们两个太捣蛋了！太突然了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鱼。我们呢，现在已经是来到哈尔滨站了。今天准备去横道盒子，看我们一帮人呼呼啦啦的啊！大家是现在都在这里准备等备检票了啊！巧克力一脸懵逼的样子，我看他。然后小多和前辈，然后蒙多、阿波老师，还有我们的小白，还有三丰在这排队。一小白热的进来就脱了，很热吗？能受得了我们这边吗？外面很冷，屋里很热。对呀，你要适应我们这边的环境了，就是这样，我们都习惯了。你看我热，我也能捂得住。但我觉得他应该还好，他是山东的，我觉得三丰应该还好。对，一会儿上横道盒子也属于有点进山了吧，你再去感受一下。横道盒子啊？对，它是一个农村一个镇嘛。然后最近呢，哈尔滨火车站也比较火，火在哪儿呢？就是这个检票区域，看到了没有？他们说这里比较像哈利波特魔法学院的那个，比较有那个风格，上面那个长廊铁廊，绿色的这个。原来经常在这坐车，但是从来都没有注意过。这次是好好的观察了一下啊，但就是人流量比较多，看那边很有那个感觉的啊。下来之后，大家都在谈论这个车站好有特点呐，我好开心呀！就是我作为一个东北人，他们一夸我们这儿好，我就开心的不得了啊！确实，这个火车站啊，真的经常坐，从来没有这么就是仔细的去观察过，说像哪儿。但是真的就是他们一说，在网上一看还真是那么回事，你看很像哈利波特的那个魔法学院啊、哦、里面的那种风格啊。我们发车了，要大概2个多小时到这个横道盒子。到了啊，讲真的，横道盒子我也只来过一次，是那时候自驾的时候，夏天来的啊、哦、虽然也是我的家乡牡丹江了，但是真的是这次来是第二次来，第一次是自驾，第二次是跟着咱们西关啊官方来的啊、哦。然后真的是很多人来我们东北玩，只知道雪乡、镜泊湖或者是长白山、哈尔滨，你们忘记了这个宝藏小地横道盒子。接下来就给你们看看我们横道盒子的美景吧。我们现在呢已经是来到横道盒子的东北虎林园，这个东北的虎林园呢可以说是我们亚洲最大的东北虎基地了啊。大家现在都在陆续的下车啊，我的速度比较快，因为我穿衣服快。这回都看到雪了吧，你看小薇兴奋的。这回能看到了吧，地面上也全是雪了。好看吧，兴奋。这是它的游客服务中心啊，我们在这里面准备入园。老虎呢原来确实是见过，但是这次呢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老虎还是第一次，还是有点小小的激动的哟。想脑虎。太可爱了，脑虎。他想脑虎。马路牙子上卡秃噜皮了。马路牙子上卡秃噜皮了。哎，可以。你们看宣传上的小老虎、小脑虎多可爱呀，跟我们家二狗小时候似的。坐的是这样的车，哇。都散房40多只，他们都是成年虎，体重呢都在3-4百斤。要喂吃的，你看，放鸡，放吃的了，他们。这是一只成年，我这是一只公老虎啊。反正看起来有点累。你这个技术，太帅了。哎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！这车要干嘛去？近距离，哎呦！吼叫没想着，这个没想着就得吃，没让我呢，不能不抢，这就所谓他们的规矩。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啊！不要打架。没事，你一会儿抢不到，我们车上人多，给你扔一个下去。我们在那边晃。
超过那么多。哈哈哈哈哈！可以。哇！哇！抢完了之后就跑了。看老虎拔鸡毛啊！我的天，这鸡还没死呢！我活拔。前面还有一只，怎么可以看前面那只？哦，他们先拔毛才吃啊。对。他们不吃鸡毛。这老虎吃个鸡也不容易，拔毛也十多分钟。鸡也挺，这四鸡本来就挺惨的，对，就过程更惨。我。哇。我去，还讲究。像这个东北虎的特征呢，就是额头上三至五条横纹，中间略粗，形成个王字。它的背部上呢有24条到48条条纹，尾巴上是8到10条黑环，这就是典型的东北虎的特征。Hello， 你好。东北虎呢，在虎种里面属于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，而华南虎呢是属于体型最小的。我们现在下车了，准备去看完老虎吃东西，我们要准备自己喂老虎了。我们不够老虎吃的，好兴奋呐！你肯定不够，太瘦了。好兴奋的。他爹是狮子，他妈是老虎。啊，狮虎兽。所以是狮虎兽。好的，狮虎兽。哇！啊，像大金毛了。哇，这个是。这个。狮虎兽。这个培养出来一个太难了。看到了吗？狮虎兽。哎呦妈呀！哎呀妈，吓我一跳。他叫唤了，他叫唤了，吓了我一跳。我。哇！妈，吓死了！干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！不要打架啊！不要打架！不要打架！友好相处啊！劝架的来了。他俩不要也打起来了。我。哈！哈！夹不上来了。今天晚上呢？我也来一个加餐来了。我们要来了。来魂儿兄弟来。哦，我给我面子了。我天哪。哇我刚才也喂过了啊，太过瘾了这老虎。那他们一吼真的很吓人的，就明明知道出不来也吓一跳，你们知道吗？就那种感觉。哇兄弟来兄弟。哎呀妈呀，打架了，老虎打架了，他们两个在打架。喂完大老虎，我们要去看小老虎虎呢。看天巧克力现在就虎头虎脑的。哦，小老虎好可爱呀，这小老虎好可爱呀。真可爱。你也好可爱呀。哎呀好可爱呀。你们看看多过瘾呢，小老虎看完了，我们现在出来了啊。我园区在喂羊。哇看看都是这样。哇塞。哇就这么吃，这么喂进去。哇天哪，喂一人一个口吗？别的老虎不来吃吗？就你自己吃这么多吗？他是就自己一人吃这么多吗？对呀。哦，这个是他的吃饭时间。对呀。哦，别的老虎一会儿再过来吃。也没有别的老虎。啊，这个园里面就两个老虎啊。哇，这什么肉？猪肉。对，这个应该是鸡。这个是鸡肉，这个是像猪肉。这个是整鸡。整只鸡。那是什么肉啊？牛肉。哦，这个是狮虎兽啊。哦，我觉得它比老虎要温柔多了，它长得像大金毛啊。哇
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威虎山啊，这个是影视基地，这里呢就是著名的土匪头子的窝，坐山雕，我们东北最有名的这个土匪头子啊，他呢就生活在这片区域，我们往这片区域叫林海雪原啊，就是在这一片，然后在这搭建了这么一个影视城。天哪，都在室外洗澡。对，用雪洗澡，知道不？这是我们最早以前的东北大炕啊，纯纯的。阴谋得逞。你们两个搞我好意思。看看啊，这个影视基地这儿有那味儿了啊，这个是镇上，然后刚才我们看的茅草屋啊，光在那摔跤了没有拍，是农村，就这么个感觉。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。哇，好，这儿好漂亮呀。我歌唱每一条河，灯火里的中国啊。这的景色真的不输雪乡呢。每一个中国故事啊，发扬好我们的传统精神，振兴咱们的乡村啊。好，这里真的，我作为一个东北的资深导游，横道盒子的这个七里地真的不输中国雪乡呢，很美，雪也很大。我真的是第一次来这里，我不知道我们牡丹江的横道盒子还有一个这么美的地方，哇，太漂亮了这儿。这个感觉更原始，更漂亮，哇，真好看！他们的鞋都太滑了，上不去是吗？我可以的，可以，我可以的，上来了！哇，要开始了，蹦迪开始了！大家都围绕着篝火这儿了啊，都在这儿烤火，一会儿准备。蹦迪了，都在这儿扭起来，颠起来，来来摆，哈哈哈哈，脱离队伍了，哈哈哈哦、你要施展魔法，山峰老师要跳舞了。